角色还没爬起来就在移动了。抓住他！每次过到这边的时候，他的对话好像都是差不多的。这颗有点不妙，还好闪过了。不要卡我。喂，我刚好在那个终点前面长一个出来。又到了到处乱撞的环节。好，就这样震上去了。
奇怪的人，你才奇怪，你全家都奇怪。别踩白块儿，起飞！瀑布那边不要再给我 soft lock 了，而卡在那边有一个小 bug。他那个剧情有一些对话是杂讯，他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回放，有点好奇他后面到底是在写什么。虽然稍微看得到了，这些好像也是一些乱码。还是不明白吗？还是不明白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些明白本，你就明白了。好，这是要从下面直接走到底，不要再被那个轰上去。有了，
好，找蓝色的地板。走错边，这边才对。然后再踩红色的下来，然后就会刚好开在面前。等一下搭电梯，我要记得往右走。然后躲这个奇怪的缓缓。差点踩到，等他一下。也又回到拼图的环节了，这次拜托洗好看一点，不要洗得太乱，我会找不到我的那个空间感不好，会找不到那个 要按的方向。哦，好远哦，这两颗都好远。这张图就比较近一点了。然后这张又变远了，可恶！把这个拉上来好了。然后最旁边的两颗。最后是这里，哦，这次洗的也很乱呢，可以简单一点吗？哎呦，这次这样好像勉强还行。左上角那个，要先把它拉上去。
右半边好了，我想一下左半边要怎么处理呢？所以过了。RNG 也太好了吧，直接限神六分钟，不对，七分钟。这边应该不用再撞了，我记得。还是说还是要？好了，撞一下了。有时候前面会有东西突然飞过来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谢谢你对这样的我伸出援手，谢谢你医生。哎，不是这样，我是要怎么钻上去？我被卡死了。浪费我时间呢。我是有开计时器的，别这样。又撞到一个，没关系，过了。找人喽！根据我的经验，它应该是不会在这种夹缝里面，比较有可能是在这个路障上面，各种不同颜色的路障。赌一把，往上找。
没有，它上面完全没有深入葬出来。有了，原来你躲在这里啊。22分18秒。